枪一定要注意，要不然我们罚。不往身上走，所有气势都没了。欢迎。第二批女兵，我们马上成为一个方阵，就这个心理状态，还是远远不够的，同志们，一队员的肺呀还是不行，所有一队员扣一次分。人太厚了，太不规矩了，平时摆臂怎么练的？队员，队员方向感强不强？赢不赢过？张彤彤，你的摆臂也要摆大一点。李哥的摆臂也要摆大一点，太小气了，加上小臂那么小，那么小。啊、哪是你的巨人？啊？这个，你看李队那枪的，就从这个程队长，的，我也得练。是。真的不行，你可能小动作太多了啊。比较好看。许多情不敢在午夜问路，如果梦见你到了。你们介绍一下啊，来，动作快点行吗？把外套穿上。五四，好，咱们介绍一下啊，这个是咱们班今天来的新同志，他叫黄倩倩，是山东的，是吧？山东哪儿的人、啊、山东青岛啊，高材生呢。不是，嘿嘿，妈，哈哈，俺那个班长是最里面最漂亮的，最不行的。反正这个地方的环境特别的好，然后人也特别的好，不是我想象特别行的那一种。然后我也会想你们的，敬礼。好，挂了哈，拜拜。班长打完了。嗯。同批来的同年兵，我相信每个人都不愿意比其他人落后，对吧？来这儿就要迅速适应，既来之则安之，既然过来了就不要再想其他的事情了。金柱林茂廷录的不对，今天上午要别把那个兵啊、思想一下静住，别那么弄弄那么死心，好吧？都不对，这路都不对，哪有这么走路的？小朱跟他们讲讲是吧？你这可不行，这不是一当兵走的路子。他们现在不知道使是哪个劲儿，你看，99%的劲儿放在什么地方了？放脚跟上了，都在那脚跟呢。就这样，可没有一个说腰杆的劲儿往前上走是吧？往前上走，腰杆的劲，整个像上体形象的劲儿往前走，忽略腿就完了吗？首先从一名合格的当一名合格的女军人，然后再成为一名专业的仪仗兵，是这意思吧？说下一个问题，生活制度，你们该忙什么忙什么，不用站好，听我说。如果说要站好的话，我就让你们站成一排了，你们就长一辈子听我说就行了。所以说什么事情你们都要想到前面去。你比如说我今天我瞟了你一眼被子，你就该心里边有个数，我今天可能要查被子了，你就该把被子整理好。被子，我看黄倩倩今天早上第一天来叠成这个程度已经不错了，是有人帮她吗？嗯，她帮她弄了。再过啊、哦，报告，我错了。说你错的时候给我立正站好说。我说还没有听见吗？我说给我立正站好说，你还给我关一下柜门，你要让我等着你吗？你
我刚才点到你的问题，你要回答是。是。我听不见。是。当我默默踏上那条熟悉的路，有个影子一起迈开步。虽然你的眼里总有好多话，只想对着白云轻轻说。走。什么地方用劲儿？前脚跟后脚掌。前脚跟后脚掌。你的脚跟在前面吗？前面的左。前脚掌后脚跟。前脚手后脚都用劲。用支撑腿的脚后跟和另外一只脚的前脚掌，两只脚同时用力。是。是吗？大家出汗了吗？出来了。紧张不？我紧张。来说你们在队列里什么感觉？报告。就是班长教的说是看臂，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是看那个脚跟儿。走着走着感觉频率变得特别快。左一路的提醒员可以稍往左慢一点点。我觉得就是应该找位置，等他们动完了我们就是直接到位，别来回窜。这问题都就一个原因，就是什么，咱们平时练的有点少。咱们今天晚上就利用晚上的时间吧，我想把大家都集合起来。小夏分，我讲。哎呦，左腿背，一、二、二、一、二。可不能服输啊！二，这开班会不应该这个时候说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他坐下了，你把它收起来，看住。他上哪？他你看班长吗？他在一班哭了。在一班我没法过去。你也不过去。不是李雪，你能不能长点脑子啊？也可以用讲，从今天开始就正式合练。
记住这一天。同时，男队员要真正的把女队员带起来。男队员说：“走！”女队员啊，也不能示弱，要抓紧时间跟男队员磨合。向中，脱下内裤。把子小姐这一下，李队员站住！哎，好，来，这边儿快，来，走！昨天晚上，杨亮过来把你们骂一顿，你们可倒好，我出去一下，他睡着了，不想想。想到能教的都跟他们说，就是没人听。我想让他们能尽快融进来，我想让他们比别的班都好。这是结果，现在是什么样？就不理解你，不知道你每天说的都在说什么。其实，在班长去骂这个战士的时候，他其实是一个良心活，他不骂他也可以。大家每天笑笑笑呵呵的多好，这谁都愿意每天都开开心心笑呵呵。那他为什么骂？不是说他爽，对吧？他站在这个班长的位置上，只有站在这个位置上才知道，你这整个一个班，整个一个班，一旦你什么都不懂。那你这个班长就没有脸了，对吧？或者到下联之后有很多情况，就是说很多人下了联之后就会问你，你新兵班长是谁呀、啊？对吧？你新兵排长是谁呀、啊？你新兵连长是谁呀、啊？你这个都不懂，就讲到戳脊梁骨。你看我这个手不动，我左手不动，抓枪抓刀，我也照样能抓，我也照样能抓上。教练，咔，二，你看我现在没抓住，二，走。这样人就教上了，别叠着刀走。哎呀，你这人来举刀立，看着我，你看跟着我学，利用手的往上的举力，托力，这是托，这是力刀，这是力刀，由拔刀变为力刀，由力刀变为举刀，也叫托刀。走，啪，你懂的。哎，咔，哎，来，摆脱那个神，到这还教你呢。摆脱得需要个神，就在摆脱，你举刀，啪，定位了，哎，咔，出来就出来那个感觉。女兵方阵成立方阵。只能选他了，当那个分队长，所以说你必须要带着把这个位置，这个职务要担任起来。你这可以这么讲，也创造历史了，也是女兵方阵第一个拿刀的。你拿的不是一把简简单单的指挥刀啊，你拿的是沉甸甸的厚重的历史和荣誉啊。你下回让他们勤看着点，这个自己晾的衣服差不多快干了之后就往回收，不然全都在那架着，晾不够了，快晾干了以后湿的一晾就又湿了。之前等他们来之前，咱不已经开过会了，就因为他们这个肯定刚来的时候关于学东西还没有最好晚，
最起码是在三次之内都是反复叫的，都应该在咱们的承受范围内。咱们不都是幸运过来的，一次两次记不住都很正常，三次四次都很正常，对吧？就是一个锻炼耐性的一个活，慢慢来，慢慢来吧，别着急。植物，你觉得咋弄呢？还有副品。你赶紧问啊！你比来之前好多了，刚来的时候好多了，但是我觉得还是没改好。不是，你不是没改，你是思想上还没有认识到这件事。你不觉得咱们班啊，除了小陈幼师，就你那辈子最屎了吗？是。你是不是特烦我呀？为什么烦你啊？都说不管我了。对，不想管你了，快。嗯，你要再这样，我就不管你了。我天天跟你说，我们都不往心里去。你说一千遍，说一万遍，你不听。就是你不听，我还怎么管你？你不是笑点低，你不懂事儿。懂。懂什么呀？但是我原来在大学，你就是也是这个样。你在你家里的时候，你被子会叠成这样吗？你在你家里的时候会在这儿地上擦地干活吗？像一开始你说不让我笑，然后不让我就是太那个，然后我就觉得哎呀，那我等等，我没说不让你笑，不让我在不应该的场合笑。你平时我一跟你说什么呀，你态度可好了啊，是是是，我以后怎么怎么样，但是你就不往心里去，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？嗯，有点就是每次都有点懵，就是我有时候都不知道这个场合我该怎么办，就是还没分不太清。哎，你是不是不是我小时候就是那种，哎，你那学历是买的吧？临时接到大队长的通知，基本上啊，确定为第二种方案了。第二种方案意味着什么？咱们就是正式上场36人，啊，36人编队。这样的话，就有8个人要从咱们这个方阵里暂时下来，咱们编队的人更少了，啊，淘汰的几率反而更大了。咱们今天下午合练的时候，让队长点到咱们多少啊，是吧？我的名字被点了多少次，程队长程程，我被点了多少次。咱们第一批女兵编队的时候哪有过这现象，基本上没有点过我，没有拿喇叭叫过我。但今天下午咱们女兵方阵来合练的时候，你想我被点了多少次啊？不希望这种事情再发生，我觉得很丢人啊，让男兵看了笑话。我希望大家啊，咱们共同努力啊，就为了这个目标共同努力。两脚分开。你要预备多久啊你？你那个左腿为什么不用点劲儿呢？你的左脚起作用了吗？没有，就有点抻着，我就老借口。你先做分解动作，手先着地，手是肘，是手。既然是拿枪了，你就不能让他在地上搓，意味着你的手要一直这样举着。是，撑地的一下就是将枪送入左手。你走鸡蛋，你这不是？向前往后，背准往前，背准最往前迎，出枪，再往前迎，不就出来了吗？
吃吗？我现在觉得我就是那啥，拿枪那些还行哈，跟自己帅帅的，然后动作特别快那个还行。就是那啥，就是那个匍匐起身的时候，我感觉我起不来，我觉得我腿使不上劲。我也是，要不就是方法不好，要不就是咱俩吃的太多胖了。想想你们上了检阅场，你们这样对着人家国家总统，人家不得吓死，掉头就跑啊！把腿。范阳，赵莹，大哥，叫刘道阳把新兵带来看看，看看他们的尸检吧。这是你们学习的榜样。来，这样是公平的啊，铁文亮，要爆发力。一定要爆发力！你看，你各位同志，小虎又出来了，往前上走，往前走，很好。请每个同志把嘴角微微上翘，踢腿以后紧接着收腿，稳收腿这一下，也就是一咔嚓啊，蹬。你看，一定要到前面稳的一下，稳一下以后再往回收，非常棒，蹬。很好，这都非常棒，是的，对吧？非常棒，好停。停。欢迎队长讲话。烦不烦呀？一个个的，新兵们，看看你们师姐们，有的比你们还小呢。新兵，你看一个往那站的身材，看的军姿，就是由内往外迸发那种气质不一样，都特嗨、特开心那种感觉，我觉得挺让我感动的。保持同志们啊。水果就算了吧，都有啊。队长一来啊，那没有，那你们想吃什么呀？苹果、香蕉、柚子。啊，对对对，那行，那买柚子吧。你们不好意思说，我觉得你们队长那个脸皮挺薄的，是吧？是不是啊？就这么多，好吧。谢谢队长。这样吧，我有个提议，先问大家累不累？不累。咱们既然不累的话。我建议大家，咱们一人在窗户上画个笑脸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来，快笑啊！画小脸啊！什么东西啊？啊，那个窗户比较明显，第一个窗户比较明显。你最长的脸应该这样。
戴上钢盔才知道身体该多强壮，勒紧鞋带把从军路幕一步步丈量，虽然头脑中装满战争游戏软件，可眼前的唯一就是要跟上班长，跟上班长再难再显我的胆气壮，眼里的目光激发出我生命的能量，多少次咬紧牙关拒绝班长帮助，因为战争不是游戏，我要自己跟上。我是不是最快的？你俩是七秒之内。耶！甩过来吧你！再给我噎一个。你给我注意点啊！是。快点！不是这本是什么呀？政治教育本呢？每次政治教育结束之后，然后都要上来看一看他们。这节课上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想？从第一篇开始到最后一篇，就会发现他们的改变很大。刚来的时候写的都是从条令条例里边抄的话，到最后的时候他就会用自己的话把这些东西变成自己的话来讲了。作为一名仪仗兵，不仅要把队列做好，而且要有创新，要有发展。我们的目标是在做好一名合格士兵的基础上做好一名合格的仪仗兵，在合格的基础上做一名优秀的仪仗兵，就是我们的梦想，就是我们的强军梦。射击了，就是，真的。行，别和一个人。假的吧？你俩最少吃的都是这。就是你现在也在北京啊？哇塞！你们让我穿吗？还是你过去穿？哎，你要是有空的话，你可以到这个地方，不是你也，你可以到门口看看我们的大牌子。我没哭，对，我那是流鼻涕，滴眼药。我现在胖了，
胖了十得十四五了吧，估计现在脸特别圆，跟个猪头一样。本来以为来当兵能瘦的，嗯。然后我现在跟他学了好多东西，就是没有之前那么邋遢了。嗯，好，我在这挺好的哈，不用担心我，特别好。打了几个人了？授衔命令，根据《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士兵服役条例》规定，授予以下同志列兵军衔：雷鸣、到、李振、到、陈潇、到、王倩倩、到、文佳慧、到、杨雅文、到、李莹、到、张林、孙瑞、到、姚瑞红、到、张荣、到、朱子达、到、孙浩、到、刘梦慈、到、赵鑫、到、赵帅南、到。警卫第一师一战大队新兵连，2014年12月13日。有令，到。大队命令第三项，请大队首长和新兵连干部为新兵代表佩戴列兵军衔。领读军人誓词，全体起立，迎军旗。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。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。我宣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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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。全心全意。